走吧，出发。我们去布达拉宫广场干啥呀，秀恒？做生意。做生意，我也跟你学学做生意吧。扶台过来，看前面，你看这里面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你忘在那里面干啥嘛？走吧，去布达拉宫卖地图，多少张啊？有200张。200张，这里去布达拉宫怎么走啊？你看，路都不熟。闭着眼睛走。OK， 出发。待会儿小文哥在家里面做饭了，小文哥的厨艺非常好啊，刚刚把羊肉拿过去他在炖着了。等一下做好了的话我们就去吃现成的，没事，不行的话晚上我洗碗就行了呀，小问题。小文哥辛苦了，今天做饭做得特别巴适，我吃个几次了。好，去广场再说，今天把它卖完了才回去吃饭啊。锄头，拜拜，锄头，我们走啦！走，口罩，拿上，走。我们看看这一项地图今天下午能够卖多少啊？过去看一下。OK， 前面就是布达拉宫广场，我们就在那个药王山上面往那个布达拉宫广场里面。你带了身份证没有？你要进布达拉宫里面，过进广场里面。你身份证带在身上没有？带了身份证。我又忘了带，在车里面。OK， 拿上身份证，我们去广场里面。我已经进来了，最后在后面。过安检。OK， 过安检就对了。说句真话，我还是挺佩服最后的。刚刚他去拿着地图去搭讪了两个美女。当然就说别人要不要是另外一回事，他就说要不要，就包括这个美女，看到没有，这里拍到了那个美女，还有其他几个。其实他这种推销方式的话，我说句真心话哈，我还是真的佩服SOHO。他像我们的话，有的时候就不太那个下来，看看他在那里跟他们推销的时候怎么样哈。白天在布达拉宫广场也是非常漂亮的。我们从车里面抱了一箱出来，这里大约有个几十张啊。我在这里看着这个地图，在这里研究一下看一下，随后去广场里面转转。这小伙子说真的，一般人没有他这种精神，说句实话啊，一般人没有他这种精神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，其实就包含了这张地图上它是包含了，看到没有，广西的南宁这头开始，然后这边重庆，上面广元、西安，到内蒙、呼和浩特这边，整个的西部地区，这个包含的地区太多了，整个西部哈，这个上面的那个就是建设的，就是西部自驾游攻略图，整个西部地区，中国的西部地区，新疆、内蒙包含了一大部分，当然西藏这边就不说了，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。四川、云南，可以，我还是挺佩服你的。说句实话，正儿八经的，我不开玩笑，我这个年龄肯定比你大，但是就是我们家还没有这个。说真话，挺佩服你。这有啥佩服？不是一般人还没有那个，他这种情况不像有的人放不下来的脸的感觉，有的人懂了没有？其他没什么，我们这个不偷不抢的，对不对？这种做生意还是很正常的，我们自己来。体验一下这种生活一样的。朋友们好，刚刚卖地图的话，我们俩还没开始都已经结束了，不允许在广场里面卖地图。对，因为这边管理人员也过来说了，不能在广场里面卖地图，没办法了。那今天就是连锁打白板了，没开张。没事，体验了，体验了一下就行了。可以卖小饰品，不能卖地图。对他们藏族的可以卖那种饰品。但是不允许在这里面卖地图，当然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去深究了哈，有些事情就不去多说了，不卖就不卖吧，本来是过来体验一下的，那就逛逛就回去咯。九点还在等我们回去怎么办？九点说的卖完了才能回去。去那个药王山试试。药王山试可以啊。看地图吗大哥？他不一定啊，他们也是在这里逛的。西藏最全的地方自驾游的地图，在广场里面非常漂亮的哟。OK， 等一下出去看看。
对吧？跟社会一起来这个看布达拉宫打卡景点，这个50元人民币面子的那个打卡景点，药王山这个脚尖上，哇靠，这人还是有点多的。社会开启他的社交牛逼症哈。9点来电话了，我看一下。老哥叫我们吃饭了，老哥打电话过来了。啊，走，去，走吧，走，我们回去吃饭了哈。这边我们打个卡就行了，跟大家看一下风景，看一下拉萨这个冬天的天空，非常蓝，特别漂亮。而且今天人还是白天的话，人还是挺多的，在这个打卡的地方，特别漂亮哈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拍一段就回去了。OK， 好的。哎呀，还是走吧。嗯。哦，那个广场里面跟那个药王山观景台那里不允许摆摊卖东西，因为这个是出于管理的考虑。毕竟来说，允许你在那里卖，就别人就会去卖。对。所以说，这个是维护一种市场秩序的正常方式哈，这个不奇怪哈。好了，我们撤了，今天没有开张，直接撤了，啊，先回去了。锄头在车里面待了一会儿，没事儿。现在回到了营地，不好意思，一张都没开，一张都没开啊。鸡粪儿。这是什么？我以为是五份呢。没有开张，没有开张，没开张。咋弄啊，老张？咋弄？这没有开张，你请客呀？我们没开张怎么办嘛？啊？卖，如果卖的有钱就可以请你的客，没开张就只能9点请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秀豪？对不对？哦，对不对？一份都没卖出去，就不让卖呀，这是吧？真不让卖，因为毕竟这个管理，如果你卖允许卖地主，别人就会卖其他东西。对对对对，不达拉宫呢是肯定不让卖东西的，不用想。啊、嗯，大家看一下什么地方。好了，不允许卖就算了吧，我们就这三个颜色的车看看哪一个漂亮，你们自己说一下。来，我们转一圈，环一圈，啊 ，OK， 准备出发去吃饭，今天晚上的大餐，拜拜。然后去了是一个坑，半个小时，对，这个是对的。哇塞，这么丰盛呐、啊！谁做的呀？吃饭，文大厨做的哈，我小文哥文大厨，今天辛苦你了，真的辛苦你了。也辛苦老哥老姑娘去，行，开饭吧。哇塞，整得这么漂亮，这是啥？这是鱼秋，这个是炒的蘑菇啊，这是鸡肉，啊，这个是炖的羊肉，哇塞，整得太丰盛了，巴适。好吧，我们开始饭了哈，开始吃饭了，朋友们，吃饭。哇，这太丰盛了，这真的太丰盛了，吃饭。拉萨自媒体又大聚会了。嗯